我给你的备注，是一个模拟表情。啊，什么模拟？这好奇怪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林阳不是老背小书包嘛，然后有时候你也喜欢背双肩包，是吧？是那个红色的小书包吗？嗯。行吧，倒也不差啊，挺好。嗯，颇为满意，颇为满意。你希望我给你个什么备注？全世界最帅的男人，如何？嗯，好想想想，想想我给你换上。哦。为啥是小书包啊？我不给。不喜欢、啊，那我这个换一个。我还沉浸在小书包里头。啊？没有，我还沉浸在小书包里头。那我给你换一个吧。要不要别换了，挺好。你要这个换个什么其他的更奇怪的？